从上船的第一天就是一直在等，对，然后我们原本预定是7:30下船，可是现在应该也是8点多了。他本来是要那霸跟石垣岛，然后又改那霸冲绳，然后后来就两个后面两个行程都取消。我宁愿说延期，也不要说就是那个行程这样就没，而且还缩短天数。其他的意见争议补偿，这个我们要看实际的个案，我们再尽力来协助双方。